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梅，今天来山上摘莲子了。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成熟，今天过来看一下成熟了没有。哇，莲子已经成熟了。今天要摘多一点拿回家爆酒。这个莲子拿来爆酒的时候还要拿来蒸，蒸熟了然后还要晒干再可以爆。这种莲子是野生的，哇，今年的莲子成熟的特别好。好多啊，哇，真的是好多啊，黑麻麻一片。哦哟，这里好多啊！
哎呀，大洋有点热了，已经摘了那么多了，应该够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应该有20多斤。哎呦，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